Hello 各位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这个赤坎楼，但是我们不是要拍这个啊。好，暌违已久，真的超级无敌久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又来了。好，我们找好久，这个题材真的很不容易，要一定要够特别，我们才有办法拍，好不好？今天我要去拍孙悟空。好，走。我们今天要拍的庙就是在赤坎楼正前方。哦，齐天大圣，你们看。相信大家对齐天大圣的这个概念一定都是来自西游记，到底是先有西游记把孙悟空捧红，还是本来就有这个猴子的神明的信仰？好，我们查过了很多资料，其实是有的，但是我也不敢确定啦。哦，网络上资料很多，所以到底是先有西游记，还是先有孙悟空，还是先有猴神，不重要。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看板头庵的这个好久不见的 K 董，哦，他休息好一阵子，我扑空好几次，今天终于他又回归了，他又要来 K 嘎了，他的 K 嘎真的很特别，等一下带大家去看。哎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一间台南的这个板头庵，这是说拜齐天大圣庙，是算是开机的。哇，你看他这个正殿里面满满的孙悟空，齐天大圣戴姓雅。哇，你看这边有很多那个齐天大圣的部将，小猴子猴孙。那这边有位大圣爷正在办公，我说人们信徒有什么事情要请求戴姓雅帮忙，会放在这个他的这个专属的办公桌上面，哦，然后大圣爷会去批，会去看这样子。据说外面这棵树也大有来头，它叫做猴灵取龙宫。之前看八卦神人大有讲，哦，它里面有很多其实已经长得隐隐约约很像是很多猴子的造型，只要有这个想象力的人才看得出来。你要靠穿红色衣服，就是我们吉星。他已经好久没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已经要开始了。我等这一刻等好几个月耶。他现在在晋升，从头进到尾。造型越来越像猴子。有动静哦，他在伸懒腰。他在做伸展。换脚，呵呵，他换脚了。
他去爬树吧。他去爬树。天哪，不愧是孙悟空啊！但是太久没有爬树了，那根树枝干扰到他，超不爽的。哇，天哪，我到底看着什么？好强啊！哇，他太久没有爬了，他在上面整理一下他的环境。我还越爬越高了，越爬越高，爬了已经不见了。爬在哪里吗？在那里。Oh my god！ 哎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孙悟空一直在叫哎。我看。大圣也爬在树上那边吼叫，感觉很像是在召唤他的同伴回来。哦，要办事了，赶快回来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呼喊完他下来了。我也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你看这么高，哇！天哪，我看了什么？孙悟空太强了，大圣爷热身完毕，要开始办事了。太震撼了，太震撼了。来，来，来，冰箱哎。这位弟弟是我们的小粉丝啊。大圣爷要让他听话一点，乖一点。要在大圣爷面前，大家都很乖。跟大圣爷瞪他，再不乖，怎样？感觉怎样？以后要不要乖？要乖哦。好，跟家长拜拜拜拜拜拜。那我们看现场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拜戴信雅，我们戴信雅就是传说中对付小孩很有一套，就是说你的孩子不乖，孩子是用调皮来给大信雅搞。刚刚我看那个弟弟，他求完事情之后，然后妙方给他一袋东西，他里面包含了三道符令，三片叶子，还有那个香符，说要给他们带回去。啊、他带回去干嘛呢？我刚刚听那个师姐解释，她说一片香啊，一道符令，还有一个香符，好啊，有这些的符啊水，好啊，让他淡下去，三口就好了，不要全部喝掉哦。然后用来擦身体，哦，保平安，哦，这是之前就是所谓传说中的阿妈的符啊水，就是这样子，哦，非常的特别，也非常的传统，哦，这越来越少见的啊。不过如果身体有问题，还是要先看医生再来哦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里面小孩哭得好惨哦。被大圣爷修理，不乖哦。
欸，问世还有一点哦，哦，歹信仰没有在求婚姻的哦，不要求姻缘的哦，不要为难人家好不好？哦，这不可以问哦，好不好？OK， 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拜拜。